哦，他闽南语讲比国语好，对，所以每一次录影的时候，他讲闽南语，旁边的这些人都听不懂，他们听不懂，他们只写国语而已。真的，你听得懂？但是 Yuki 听得懂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Yuki 在日本的大学是念台语，对，他刚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只会讲台语，不会讲国语。有台语系呢，对呀，好奇怪的东西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要上。对，刚才在街上就有看到有粉丝举牌，在哪里？哎呀，真的。现在我要请你再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事情。欢迎中国籍的宝宝。这两句话就要让我回报给粉丝的吗？谁有自的手机，我帮你们自拍一下，还给你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宝宝。你们要加宝宝的粉丝团？有啊，有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有多有意思？哇塞！他上面什么照片最多？自拍对不对？角度什么都一样。都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背景不一样而已啊，所以加他粉丝团，其实我觉得还好。订阅的话有点，对呀，有点腻，是不是？对，要有点新的东西啊，好不好？是，来最后一位呢，算是我们最新加入的成员之一啦。是，然后我们也看他结婚生子啊。哇塞！对呀，我都觉得自己老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，而且他的先生也是台南人。是，来欢迎依依。你比较有意见哈，大家好不？好，热不热？热，热哈！你们出来这么久，我真的很感动耶。我刚刚依林的 Q 很正确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英国伦敦的台语腔。OK， 要不要学一句英文？好，你去伦敦你要讲英文，你不要在那边讲什么 Good afternoon， 太强的啦。OK， 我教你们。All right. 这就是英国的 all righ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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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很准。后面有一个你会泰国的，泰国的什么？好啊，萨瓦迪卡。浪费我们时间。这样子你们应该可以理解，或者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常常要摔本了吧？好不好？完全的不受控制，好吗？刚才那个制作单位跟我们讲到，舞台的右边有一个打卡送一人水的活动。哦。所以大家天气热的话，对，来降那个消暑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哦，之所以可以促成，除了说非常感谢所有台南热情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参与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些厂商哦，也是大力的支持。那今天也提供了很多精美的奖品，要送给来现场参与的各位。那首先我们要先感谢这个台硕 DF 美肌医生，还有这个益家生技鲜 Q 薏仁水哦，希望大家回去之后，因为这个天气热嘛，皮肤都可以保养得好，然后身体的水分也可以保养充足。这些东西呢，待会都有机会。对，带回家。对，哦，但是我们要真的不可以啊，真的不可以带回家。可以。你他们会真的把你带回去哦。小声，控制一点，好不好？可是哲兴哥，我们刚刚讲说这么多的礼物，我们要创造机会送给大家。对，不能平白无故的拿哦。对。刚才他那个新助理，他那个熟女时代，有没有看到？熟女时代不是少女时代啊，他们是熟女时代。有一个人叫冤枉是 Yuki 啊，他要比较委屈一点。是，那当然呢，这个热舞只是前菜而已。对，哦，我们今天还有说，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歌唱的表演。歌唱表演，对，哦，我们 WTO 姐妹会有个歌后。对，歌后是谁？对，但是我们也有歌王。对，歌王是谁？哎，不错哦。为什么你们知道？好，所以呢，有奖征答，来注意看一下哦。好，这个呢是等一下他们要唱的歌哦，因为他们不会唱这首曲。可是哥先提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跑，你们就看着我们就算看到题目也没关系，我们只要念出一句。不用，其实你要考他们，我们刚刚讲说他们就有国际观啊。对啊。
哦，要来看一下哦，这是一首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但是他们不会看不懂国语字，所以他们去，我们去跟他们去 KTV 很辛苦哦，因为看了之后就很字哦。对，他们会唱，我都不会唱的歌好。他们是，我不能知道是哪一首曲子。来放下，放下，一二三，来一点，怕什么啦？因为我一直看着他，但他动作也真的很快。戴墨镜的这位小姐，这首歌的名字是《九号的星星》，从哪里看得出来？好，来，我们送你哦，恭喜你，寄人水，是，这是很流行的哈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还有机会哦，我们准备非常多下哦。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歌后是欧阳山，歌王是阿福，然后他们两个人，可是阿福平常都是唱 rocker 挂的，是，所以我们呢一起来听听由欧阳山跟德国阿福带来的酒后的心声。